资料其实非常多了，那开放资料至少来源是比较容易一些些。但如果你要的资料啊，有些时候呢，哈，它没有开放的话，那当然自然你可能要找那个单位跟他要，而且他还不见得会给你。要不然有些资料啊，你要的资料也许还是要跟你要钱哦啊，所以我们练习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现有的，而且比较没有问题啊，基本上那个做法都差不多。OK，也就是前置的。如果说他今天提供给你的这个连接，那你要怎么做后续处理？啊，可以让我们可以后续比较好去针对给的资料哈，做后续的运用。那当然最基本的哈，我们如果后续要产生视觉化报表啦，或者是做后续的分析的话，当然前提最容易的还是放资料库里面，你将来要运用是最容易的。OK 哈，所以第一步的话一样哦，也许我们针对哈。当然，它给的格式哦还蛮多，CSV 也有。不过因为 CSV 我们练习过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换另外一个格式，换这个 JSON。那什么叫 JSON 格式哦？特别注意哦，那么点下去，这边就有提供。它其实它就是把这些各个监测站所测得到的那个什么呢？悬浮微粒的资料，好像总共会有一二三四五个栏位。好，一样五个啊，最后一个栏位感觉有点多余啊，叫做什么单位？那一样单位好像都一样哦，这个好像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单位？叫百万分是吧？米立方。米立方哈，反正是很小的单位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些资料抓下来，那利用的是 JSON，所以你 JSON 点击之后的话，它一样会跳一个连接，上面这就连接，那你会发现哦。它这个连接的参数哈，最后一个 end 有没有？这上面就是 URL 参数啊。问号有没有？问号就是后面这个带的一个程式，它其实应用程式就这个名称，一个前的符号加什么？这个 skip 啊 skip 等于后面的话等于零，这等于零是哎什么？跟你讲，应该是这个是参数名称 skip 啊，然后零 end 这个第二个参数叫 tab。最后一个是 format 格式的话呢，就是 JSON。你看，如果我打什么 CSV，会不会下载 CSV 呢？好像是 OK 的哈。如果 XML，好像就变 XML，它是透过这个参数去变更下载的资料格式。好，那如果 JSON 的话，你会发现它给我什么？这边哈，第一个，它给我一个中括弧。哎，中括弧还有印象吗？中括弧其实在 Python 里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串列嘛，OK，然后呢，在里面的话呢，又得到一个大括弧，那这个大括弧的话，哈，就是从头到尾呢，哈，就是一个 site 的这个在哪一个站，对不对，哈，哪一个 county，哪一个县市，然后 PM2.5 的值是多少，然后哪个日期，哪个单位，哎，你会发现这大括弧一个，逗点，第二个应该到哪，到这里，有没有？啊，一个逗点。哎，所以哈，它的格式呢，它里面给的 JSON 的档案格式啊，还蛮特，它的形态哈，结构还蛮特，就是一个串列里面怎么样，放很多的大括，大括弧我前面讲过是字典，dictionary 有没有？key value，所以哈，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它 download 下来，第二个的话呢，把这里面的资料先丢给一个串列，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大括弧，对吧？啊，中括弧，所以先丢给一个 list。然后再把这个 list 里面呢跑一个回圈，那这个回圈的话呢，就再把它这个回圈里面的 for each 每一个的什么，每一个的大括弧，每一个的字典，逐一逐一的抓出来。那抓出来之后的话，我前面讲过，如果你要把前面的东西叫 keys，后面的东西其实主要是后面东西，后面东西叫 values，把它独立出来之后的话，哎，再把它抓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放到我们要放的这个，哎，也许把它放在串列里面，重新让它排列，像刚刚一样，有没有？list 二里面不是有很多，哎呦，一个串列，一个串列，一个串列。啊，如果全部把它变成串列之后，再把它恢复成二维串列，我就可以写到资料库了。OK，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哈，所以将来呢，这些都活的知识了。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看分析它的结构。那每一个给的哦都不一样哦，不是说你 JSON 就是长得像 JSON，理论上 JSON 应该不能有外面这个中括弧啊，对不对？
那如果你看不懂啊，像有些资料真的没有外面大，没有外面的中刮弧，那它把它变成一个大刮弧，哦，那你就麻烦了，你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拆解资料 ，OK 哦，所以不是每一个资料来源都会是用同样的方法，你必须要能够看懂它到底给你什么资料，你再去写对应的程式就不会有问题。OK， 我觉得这样应该比较 OK，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书上面写的就是同一套东西，结果你 run 这个，它给你的 sample OK， 结果你 run 别的东西，奇怪就不行，那为什么改一个地方就不行？明明就是呢？然后你不知道说原来 JSON 还有长不一样的 ，OK 哈、哦，那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一，好、哦，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哦，我们后面还有个练习 XML， 所以你也可以把 所以你会发现 format 后面就等于什么 XML， 那就 XML， 那 XML 的话哈、哦，它的概念又不一样哦。那 XML 哈、哦，它就是一个 root， 一个根，它就把它想象成一棵树，树呢会长出枝，有没有？有枝啊、哦，所以。底下的话，它分支就是 data， 有没有发现 data？ 那 data 里面的话呢，又放了很多的，有没有？底下它的一个 key， 然后里面的 value， 啊，所以呢，变成说，如果你是 XML 的话，又有 XML 不同的拆解方法，哦，真的是颇麻烦。那你要想办法把它解决了哈、哦。所以我大概只是分享我平常我怎么去拆解，很多方法真的你也找不到答案。所以最好还是自己想出方法来，所以我给你们，我放在云端上面的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找出来的答案，我是觉得相对比较简单的方法，好像如何取，就是说呢，把那个 XML 读取哈，然后做处理啊，你也 Google 一下，啊，你也许 Google Python 空一格 XML， 我跟你讲一堆答案，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每个人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最后发现还是自己想一个方法比较快，不然你会发现每个都试完之后，发现好像也都不行呢。啊，好，还是自己用一个自己习惯的方法，后来发现还是 OK 了哈。所以我有提供给各位另外一个怎么一那个，我用另外一个 yellow tree 啊，那个 element tree， 那个就比较简单，它就是有点像一个 tree 嘛，我刚刚讲一棵树，它就把这一棵 XML 的树。先丢给他，他再逐一去分解哪些是枝里面的资料，再把它抓出来就 OK 了哈、哦。所以跟各位讲一下啊，这边当然我觉得这个环保署的网站还不错，一二三啊 ，CSV 刚好练习过，所以这个也许我们就不另外特别练习。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你会发现它也下载了，有没有？所以这边的话呢，等于就是你点这个按，那但问它连接在哪？连接就这一个来吧 ，CSV 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好，然后再去做一样类似的练习。所以如果答案动作比较快的同学，也可以试试看，把那个 CSV 刚刚才做过一样的动作，把这一个再丢到资料库里面，哦，也 OK 啊。不过我们现在哈、哦，主要是把 JSON 怎么样把它截取，然后变成怎么样资料库可以接受的形态啊，最好是一样可以把它写到资料库。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啊，先了解一下。哦，也许你可以点开来看一下，先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再去做哦，可能会比较具体一点点哦。一样用 import 这个 request， 所以我另外再开一个 module 哈、哦，这个 module 叫什么 PN25 啦，底线 JSON 哈、哦，然后再来就是用 request get 什么呢？后面这一串，就是把刚刚那个 format 等于 JSON 的那个网址贴到这边来，因为我要把它整个 get 下来。那 get 下来的话呢，基本上呢、哦，它这个地方 print 出来了，其实就会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PN25 的这个东西，有没有？那特别注意哦，它这个意思是说，帮我把这个里面的 HTML， 就这个里面 HTML 的资料先 get 下来。那我可以透过 HTML 点 test 去抓到这里面的文字资料，文字资料、哦、OK 哦。那可是文字资料有个特性哦，特别注意哦，它抓下来 test 嘛。所以呢，它一定是前后有双引号，这边有双引号，后面有个双引号，然后里面才放是一个串列，里面再放个串列 ，OK 哦。那所以哦，特别注意哦，这边我有个用特别的用法，因为它前后有双引号。那可是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在串列里的话，那当然呢，有双引号放进去变字串，可是我不要前后双引号，我要得到里面的那个中括弧哦。
啊，我前面有跟各位讲过哈、啊，那个 evil 有没有 ？evil 那个函数有没有？它除了可以转换，因为我们 input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那比如说它放的是 30， 我要取得 30， 我可以把这个跟这个拿掉，丢进去的话呢，就可以只拿里面的数字。那当然不是只能够用在什么数字部分哦，你如果里面是一个串列，也是一样。它其实主要的用途就帮你把外面这两个符号拿掉，留下中间的东西就对了。OK，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呢要解决，抓下来之后哈、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哦，把它 get 下来之后，那 encoding 里面 UTF8， 我印象中好像这一行不加也 OK 的样子，你们可以试看啊。然后呢，我们就把里面的资料呢抓下来之后呢，丢到一个 list 里面去。不过特别注意哦，如果你外面没有加这个 evil 的话，它会出现错误。为什么？字串你要丢到串列，两边形态不符不一样，不能够这样丢。所以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怎么样把字串外面的那两个有没有双引号拿掉？那其实我有想到用 evil 把它放在外面，它的双引号拿掉。就可以把那个中括弧的符号露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到串列里面了。所以理论上呢，这样应该 OK 哈。其实我也试了一下，发现也是 OK 的，跟我原来想的。因为我为什么知道 evil 是把那个算法，因为也是去看官方的那个说明，他说这个函数呢，它主要的用途就是帮我把外面的那个字串符号去除掉，留下里面的它的原来的形态。那我就试了，我试一下 print 看看。OK， 他最后把这个 list 一的资料 print 看看，如果里面的字串呢，全部就是里面的字串拿掉留下，那应该就是一个串列。我们看一下。不过我跟各位讲，那个行政院的那个网站这环保署网站有点慢，所以会 KK 的。有没有发现串列 print 出来？是不是串列？是串列了。OK， 所以第一关我们过了，第二关就是怎么样？再把里面的每一个什么呢？字典有没有？它一定大括弧，所以把里面的每一个字典怎么样呢？通通都一个把它抓出来 ，print 出来呢？其实呢，我们这个地方就不用 for i in range 了，而是用 for each 就好了。for each， 那我给它一个变数名称叫 dict， 意思说里面的每一个那我把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这个先抓过来丢进来，换下一个。那但是呢，我不是要全部的东西哦，我这个前面这个叫 key， 后面叫 value， 那我要这个后面的 value， 全部的 value， keys 不要，我只要 values 就好了。这个我印象中我前面有讲过啦，如果你有对那个字典这个形态假如说有点遗忘的话，你可以再看前面的影片哦。然后呢，我就直接用什么，利用那个 DIC 里面的点 value 方法，它就会帮我只抓后面的东西。但是记得外面一定要再包一个什么，包一个 list， 要把它强制转为 list， 丢到 list 2就 OK 了。那这个 list 2呢，实际上就是刚刚我们有没有 CSV 那个 list 2长得会一模一样，所以我把它 print 出来给各位看一下。如果 print 出来结果呢，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 values 部分抓出来但 keys 没有 ，keys 就是前面的所谓的栏位名称没有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要的资料，有没有发现？所以它应该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是它的什么站哪一个站，然后哪一个 county， 哪一个县市，然后 PM2.5 的值，还有撤站的日期，是撤站今天呢九点，有没有？九点钟的九点，对，就是前。大概39分钟前的测站资料然后 PM2.5 的数据，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的看起来好像目前10以下应该不知道多少都只要不要超过10应该都 OK 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得到我们要的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一个串列了。那再来要把丢资料库的话不也一样，就是在怎么样，在这个回圈外面你就在怎么样加一个 list3等于中括弧，有没有？然后呢，把这个中括弧，这个 list 3做什么呢？ list 3点什么呢？ append， 然后把这个 append 什么东西呢？把这个 list 2怎么样？ append 进来，
对吧？然后最后的话呢，你就把它 print 这个 list 3啊。如果这个 list 3也是像刚刚那样的一个什么二维的那个串列的话，那表示说我接下来我就直接什么，把这个二维串列用 sql many 啊丢进去就好了嘛，这样不就到资料库去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应该这也不算难吧？哈，已经尽量把这个讲的。而且程式不多 ，OK， 九行、十行以内，哦，这个我觉得如果跟以前写那个 Java 哈、哦，或者写其他语言笔，哦，我觉得这太简单了，真的，所以一定回不去了，哦，所以像我写这东西，我干嘛要再写以前用 Java 写？我觉得写到比起来，我觉得哇，这简直太清爽了，啊，不过你还应该如果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已经简单，如果以前有写过其他语言，我想这应该没得挑剔了啦，齁，应该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不过当然虽然很简单啦，不过还是要花时间啦，齁，毕竟这东西还算是一个专业，而且是目前很夯的一个专业，齁，啊，真的不多，回去多多练习吧。你要的 sample 太多了，网络上你打个 JSON 开放资料一堆 ,OK, 你就不用练习几个啦，五个以上齁，我想你已经熟到不行了。OK, 齁，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如果这个 list 3 OK 的话，那后面都一样我就不讲了，你们就自己再把它 run 出来。那就一定 P2.5 的资料随时啊，你只要写一个自动执行程式，一段时间去抓一下，一段时间去抓一下。哎，那它就自动有没有，是不是二维的一个中括弧里面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串列，一个一个的串列，那不就跟刚刚一样吗？后面都一样了。OK 哈、哦，啊，另外跟各位讲一下哦，如果你这个写的出来的话，那你要把 JSON to CSV 你也可以写的出来了。为什么？因为 CSV 的结构呢，一定是什么中间加逗点嘛，那你就把中间加逗点的档案先用 write 嘛，你就先把这些东西先准备好，然后把它 write 出一个档案。后面副档名叫点 CSV， write 出去，那 JSON 就 to CSV 了。OK 哈、哦，程式大概只要两行。哦、OK， 就是一个 F 等于 open 哪一个档名，有没有？然后逗点用的是 W 模式 ，W 模式是写出模式。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什么 F 点 write， 再把你这些东西 write 出去，就大功告成了。OK， 就写出去了，其实真的不困难，但是很好用。以后呢，你需要什么资料，我就给你什么资料。好 ，OK， 没有想到那这个地方哦，请各位试一下哈。那我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程式哦，其实在云端上也有，就这一段。不过这一段好像跟我那个长得有点不太一样，我会把它做修改。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